TV 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本期的 Cover Star 王元可。最近可能会播出的一个戏是现代戏，在中央艺陶可能会播出，叫《碧海雄心》，里面是一个很知性的一个女人。有了宝宝之后，所有的重心当然都是在孩子身上。老公会觉得说，有的时候会觉得忽视他，然后因为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孩子身上。有了双胞胎宝宝，你的所有付出的当然都是双倍的，但是快乐也是双倍的。时尚就是简单、大方、得体、端庄。时尚呢，并不是一定要跟着潮流，别人穿这个好看很时尚就一定非常适合我，我认为适合自己的才属于自己的时尚，让时尚更生动，尽在 OLTV。